还当我是一雄吗？赵伯哥叔叔，救我！赵伯哥叔叔，救我呀！义兄，你已经是一步之主，何必要雄心勃勃，把所有的蒙古人联合在一起呢？你要怎么样？宁可受大金国的欺压吗？大金国封了你官，他们向咱们要牛要羊要马匹，最近又要咱们派战士去打大宋。 牛羊不吃身边的青草，却要翻山去啃沙子，哪有这样的蠢事？咱们要打，只打大金国。你把夺来的牛羊俘虏分给军士，说是他们私产，不是部族公有。各族族长都说你违背祖规，很不高兴。可是战士们高兴，要是战死的得不到抚恤，受伤的得不到救助，立功的得不到奖赏，谁还会去打仗呢？咱们打仗靠的是战士。 不靠那些又贪心又糊涂的族长。算了，义兄，咱们不争这个。我是来求你把都市还给桑坤，有我担保，桑坤一定平安放你回去。我不相信桑坤，也不相信你。桑坤说，一个儿子死了，还可以再生两个；一个铁木真死了，世上就没有铁木真了。如果你不把都市交给桑坤，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 世上只有战死的铁木真，没有投降敌人的铁木真。义兄，你一意孤行，可不要怪我扎木和忘恩负义。这些日子来，你不断的派人来诱惑我的部下，让他们投靠你，说你的部署打仗时夺来的财物是私有的，不必大伙摊分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既然已经知道了此事，那咱们永无和好之日了。 这是咱们结义时你送给我的礼物，你收回去吧。待会儿你拿着钢刀在这里冲杀，只是杀敌，不是杀安达。 我不怕，你是个勇士，极好的勇士。只要全蒙古团结起来，就能让青天覆盖下的地方全做蒙古人的牧场。大汗，大汗，我们不会害怕的，我们一定可以打败那个卑鄙的桑坤的。对，咱们记住今天的话，只要咱们不死。 我就拿你当亲儿子看。大汗，我这边小马跑得快，你骑着他先回去，领兵来打，我们在这里尽力挡着。铁木真要是肯抛下朋友和部将，一个人怕死逃走，那他就不是你们的大汗。大汗，你。 我错了，援兵不来了，咱们今日战死在这儿。好，替我擒了铁木真。好，我们的，走，大汗，我去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是江南栖霞门下弟子，请教四位尊姓大名。哎呀，短不到沈清刚。哎、
我不变马青雄，追命枪无情烈，我是丧门府前清剑。啊啊啊啊、我们是鬼门龙王座下黄河四鬼。九勇，不过我从来没听说过。啊、今天我绝不会放过你，连我们鼎鼎大名的黄河四鬼都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们要杀了你。 对不起，麻烦你把这把刀还给他。啊！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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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这可是江南七怪，不错。哼，你们是谁？我们是毁人王孙家。滚蛋！哎，滚！滚！大汉在那里。好，我们过去。这，过来带兵来了，向桑坤内一冲。 让你绑我的女婿，松开！请你回去禀告王憨大汗、桑坤兄弟、扎木合大汗，铁木真赔罪了，请他们不要介意。 今日这重利剑，等过几日，我的伤养好了，就把华筝送过去，跟你成婚。大汗，你放这坏小子回去，他还回来害你！住口！都是我的女婿，如同我儿子一般。你怎么能乱说呢？拉下去，重达40军棍，监禁30后，全家斩首！大汗，大汗，走，大汗。 贤婿，我今日不能送你了，向你爹和你爷爷替我赔罪。大汗，我跟随你多年，不知道你是贪生怕死之徒，我们不敢要什么金银财宝，看在我们以前有点功劳的份上，留我们一条命。
放我们去草原牧马吧。大胆！都起来吧，拿我的战袍来，咱们集合兵众，准备出发。王韩兵多，咱们只能偷袭。我放了毒石，是为了给他们吃一个定心丸。快去调集部众，咱们从小路出发。放了我的前副长，后加赏赐，叫他做我的先锋官。好的，部长，出发！铁木真一战而胜，王韩、桑坤仓皇逃走，分别被乃蛮人和西凉人所杀。都史在乱军中踏成肉泥，扎木合被俘，完颜洪烈逃回中都，铁木真统一草原，在卧难河畔大会各族部众，号为成吉思汗。请扎木合进来。是。把扎木合带进来。扎木合，我做成吉思汗了，我做全蒙古的大汗了，你不高兴吗？你要我跪下贺喜吗？哼，我们还做安达吧。你还我的，我早已丢掉了。丢掉了？草原虽大，却容不下两个英雄。你不怕我出去令部族造反吗？你要我向你跪下一辈子乞食吗？哼，成吉思汗没有安达，我只求赐我不流血而死，让我的灵魂不随着流血而离开身体。我要看着你东征西讨，创下蒙古人的伟业。你去吧。请请请请请，哲勒敏，你过来。大汗，你向来是我的先锋，你脱掉上衣，数数剑痕，有一处伤，大家便饮一杯。嗯，好。我知道哪一处伤是哪一次大战留下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大汗，
赏折了米，100匹马，500张羊皮，谢大汗。来，接着喝。好，来喝。傅寒，郭靖立了这么大的功，你赏他什么呀？靖儿，大汗，你想要什么？我。哎呀，不要问他了，他呀，可能只要5只羊。只要5只羊啊！只要5只羊啊！哎，郭靖，这次功劳很大。我封他做我的千夫长。在。赏赐他一件最珍贵的礼物，我把花筝许配给你。好手啊，好福气啊！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最尊贵的金刀驸马了。哦，金刀驸马，郭靖，有你的。傻小子，金刀驸马好啊！你二师父读了一辈子书，也没当上一个驸马。金刀驸马怎么了？哎，静儿，这么好的事儿，赶紧回去告诉你娘了。可是我不想娶华珍啊！你说什么呢？酒又喝多了是傻小子，真没出息！嫂子大喜啊！静儿今天已经是金刀驸马了。有事吗？请坐，快请。大嫂，娘。好，今天六位师父都夸我了。大嫂啊。这孩子得了金刀驸马，能让大汗赏识，都是这孩子侠心义胆的结果啊！对，就是我们做师父的，一直喜爱静儿的为人，会几手功夫，有两膀子力气容易，忠厚老实，有侠义情怀可就难了。我儿得到六位师父的教诲，今日成人，为亡人粉身难报。嫂子，只是不知道杨兄弟一家人。怎么样了，大嫂？不必担心，这醉仙楼之月马上就要到了。前些天丘处机道长已经来信，要我们带着静儿去江南一趟，要跟杨师兄切磋一下功夫。那杨铁心夫妇还在世吗？杨家的孩子怎么样啊？这我们都一概不知。反正明天要回中原了，等静儿回来，让他讲给你听。静儿啊。早点歇着吧，明天我们还要赶路呢。哎，好了，咱们先回去了。好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慢走啊，静儿，走了，慢走啊，下回少喝点啊。小明，我也走了。你走哪去呀？喝多了吧？你又喝酒了？啊，慢走啊，哎，慢走啊，回去吧，嫂子。啊，走好。哎，好，不送你们了。哎呀，儿子。你把衣服脱了再睡呀。不脱。哎，华筝的事儿你想了没有啊？你什么时候娶她呀？啊？华筝，娘，华筝是我脱离安达的妹妹，也是我妹妹，我怎么娶她呀？这傻孩子，这么傻，谁跟你呀？哥，12年来，我们尽心竭力地教这个孩子，只是他天资不高，没能将我们的武功学好。但愿你在天之灵保佑，驾行比武之时，别折了咱们江南七怪的威风。老五啊。咱们离开江南已18年了，今天我们打算回去了。兄弟们商议着要迁你的墓，我说不必了。自打咱们闯江湖以来，就没把自己的命放在心上。你一代英雄，为人侠义，葬身大漠，也算是得其所哉，啊，无敌。
好了，咱们走吧。大哥，五弟，你叫我华筝叫你，天都亮了。哦，对了对了，娘，你一宿没睡觉啊？我睡不着。我先去了。哎，安达，华筝，安达，这是我送你的貂裘和傅寒送你的黄金，拿着。好，傅寒让我告诉你，你此去南行，若碰到完颜洪烈，就一刀把他杀了。嗯，我知道了。还有，我听人说南朝人说话常常不算，你要小心呐，安达。你放心吧，安达。华筝，哦，妹子，你自己跟他说话吧，我不听就是了。你早些回来啊。我知道。君儿，走吧。哎，哦，娘，我要走了。娘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段天德的人头给你带回来的。静儿，你出外一定要小心啊，跟人拼命的时候多想想娘，你一半的生命是娘的，娘不想下半生哭着过。我知道了，我走了。安达，华筝，我走了，到此了，走吧。安达，保重啊。华筝，你能不能不走？我不能。你走。华筝，娘，我会回来的。大叔啊，我是从蒙古来的，能给我碗水喝吗？啊，可以可以，哎，给客官拿碗水。好，您先洗洗手。谢谢了。这啊，哎呀，血！哎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他杀人了吧？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小红马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三师傅，三师傅，三师傅，我的马，怎么回事？碰巧的，看什么？恭喜恭喜，看上你了。去，好了，三师傅，我的小红马流血了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啊？你看。你看，他怎么会这样呢？哎，啊，哈哈，哈哈，哎，静儿啊，啊，这不是血，是汗，是汗，汗血宝马，汗血宝马呀！大哥，静儿的小红马竟是一匹汗血宝马。大师傅，你也来摸一摸。你看，啊，汗血宝马，汗血宝马，静儿，这太好了。大师傅，你身后的那四个女子是什么装束？女子。那后面是四个身穿白衣的男子啊，大师傅，后面是四个身穿白衣的男子啊。竟然没看出来，他们是女扮男装。女扮，女扮男装啊。走，
刚才我听他们说要抢了静儿的马，送给他们白驼山少主。白驼山？哦，静儿啊，嗯，以后在江湖上走动，要多加小心啊。知道了，师傅。哎，到张家口再说吧，快走吧。好，好，我们快走吧。走，走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、六哥，你们可都老了啊！你也老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咱们该出发了吧？锦儿，一会儿你骑上小红马，先走一步。我一个人先走啊？嗯。啊，3月24日，你务必赶到嘉兴醉贤楼。无论出多大事情，咱们也不能失约不到。可为什么不让我跟师傅们一起走呢？我不愿意啊。哎，你也该去历练历练了，老跟着师傅在一起能有什么出息？哎，静儿啊，这江湖上的事儿师傅是教不了你的，自己去闯荡一下，增加见识，也算是出师了。嗯，记住啊，对人说话要分清是非，不可心肠太软呐。知道了。也别折了咱们的面子，打得过就打，记住了。打得过就打。嗯，静儿，打不过逃。打不过就逃。还有啊，是敌是友不论，待人要客气有礼啊。待人要客气有礼、啊、对对对。嗯，哎，我七师傅呢？七妹，七师傅，七师傅，我，哎呀，静儿真的长大了，我也老了。七师傅，你的头发都白了啊。你呢？你先去等我们，我们不到一个月就来了啊。我不想一个人、哎、这么大了还跟孩子一样。快走吧，静儿，别又惹大师傅生气。嗯，静儿，快走吧。好吧，你们打我两拳，我心里倒踏实了。哎，走吧，那我就先走一步了。好好好，快走快走，走吧走吧。那你们可一定要来啊，嘉兴楼。嗯，好好好，快走吧。我们会去的。哎呀，咱们这个徒弟老师啊，这一出门就有四个恶贼等着抢他的马，这一路上不知道有多少的艰险呢。万一一个失手，大赔特赔，咱们18年的苦心岂非血本无归呀、啊？是啊，咱们还不如跟着他。静儿要是有事儿。咱们也好照应啊。哎，江湖上的人呐，本来就是在刀尖上过日子，这条命就不属于自己，咱们跟他一时，岂能跟他一世？醉仙楼比武之约已尽，盼望这小子能够取胜，也不枉费咱们18年的苦心。不是他，走走。
哎，客官，您里边请，本店有上好的酒菜。哎，来来，给我那马背上等的饲料啊！是是是，回来看看去。来喽！哎，臭小子又是你，臭臭馒头，站住！哎，站住，站住！哼，偷吃我馒头！来，哎呀！别怕，小兄弟，我们已经落地了。小兄弟，咱们赔钱！几位大哥，我给你们赔不是了，这位小兄弟的馒头就算在我的账上好了。你是谁呀？我是在这里吃饭的。哎。哎呀，算了，放多谢啊，小兄弟，你是不是很饿呀？要不然我多买几个馒头给你吧。我才不是那些连狗都不吃的东西呢。要不然你请我吃饭？走啊！行动。好啊。二位，点点什么呀？我要两斤面饼，两斤牛肉就可以了。小兄弟，你。吃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别以为我吃不起你们店里的东西啊！我觉得你们把店里所有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，也不见得适合我的口味。哦，那你点呢？只要你点得出，我们就做得出。你说啊？喂，我是不是吃什么你都给我付账？谢了。我们先不吃肉，先吃果子。小二，我们要四干果、四鲜果、两咸酸、四蜜饯。大爷，你要什么果子蜜饯啊？你这个破地方想必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，好吧，干果四样就要荔枝桂圆蒸枣银杏，四鲜果呢就捡新鲜的上，两咸酸就要气香樱桃姜丝梅，四蜜饯就是玫瑰金桔香药葡萄糖双瓜条梨肉好郎君。喂，他这儿也没有什么下酒菜吃，那我们就随便点八个菜吧。好啊。小二听好了，我们要八个菜，那就是花椎安子、炒鸭掌、鸡舌根、鹿肚、酿姜肴、鸳鸯煎牛柳、菊花兔丝、爆张腿、姜醋金银蹄子。你现在给我听着，我告诉你，那我现在已经挑最简单的菜让你们做了，你这儿呢我想也做不出什么好菜来。喂，那你有钱吗？等着。喂，你看这位大爷像是没钱的吗？哦，你就按照他说的去做吧，你放心，我有挺多钱的。好好好，够了啊，够了。喂，我们再要十二个下饭的菜，八个点心，差不多就够了。好，小的马上后厨去做。二位要什么酒啊？有十八年的女儿红吗？没有，有五年的汾酒。二位要不要来点？好吧，快拿吧，走。好嘞。小兄弟，没想到你人挺小，胃口倒是很大呀。家里穷。好吃的呢，兄弟兄弟，吃啊！好啊。别吃大饼啊！你看这些东西那么好吃，吃这些呀？哦，好。好吃。满满一大锅，太多了。小兄弟，哎，你也吃啊？我看看颜色就行啦。哎，你不能那么吃啊！先吃一口，喝口水，再吃一口。小兄弟，你可真是有学问呢，你怎么能知道那么多呢？这算什么呀，张家口这个破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哎，你要什么时候去江南吃几道菜，一定会把你自己的舌头都吃下去。自己的舌头也可以吃？不能。你刚才不是说把自己的舌头也吞下去了吗？我是说这个菜好吃啊。好吃就会把舌头吞下去吗？吃大饼。谢谢了。
这些菜虽然好吃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大饼才可以吃得饱。看样看得都馋了。江南七怪的徒弟真他妈怪，自个儿吃粗粮，哎，是还摆这么大的谱，请一个小叫花子吃饭。他不会是丐帮中人吧？嗯，你看，哎呀，不会不会，哎，也就是一个呀，骗吃骗喝的小混混，现在遇上一个大傻蛋而已。哎，我说，咱们今天呢，就把这个。江南七怪一窝一勺给会了，会了，没错，这样在六王爷面前才搬得回面子。哎，对呀，上一次咱们折在了小鬼头手里，哼，师父震怒，险些让咱们这黄河四鬼名副其实啊！妈的，妈的！哎呀，拜见师叔啊！哪个是郭靖啊？师叔，就是他。他死定了。大汗，我跟随你多年，不知道你是贪生怕死之徒，我们不敢要什么金银财宝，看在我们以前有点功劳的份上，留我们一条命，放我们去草原牧马吧。大汗，都起来吧，拿我的战袍来，咱们集合兵众，准备出发。王韩兵多，咱们只能偷袭，我放了毒石是为了给他们吃一个定心丸。快去调集部众，咱们从小路出发，放了我的千夫长，后加赏赐，叫他做我的先锋官。好的，铁木真一战而胜，王罕、桑坤仓皇逃走，分别被乃蛮人和西凉人所杀。都史在乱军中踏成肉泥，扎木合被俘，完颜洪烈逃回中都，铁木真统一草原，在卧难河畔大会各族部众，号为成吉思汗。请扎木合进来。
都在我心中。黄沙路万里，关山月朦胧，寂寞高手一世俱无踪。真情谁与共啊，生死可相逢，大事还当我是英雄吗？战不可叔叔，救我！战不可叔叔，救我呀！英雄，你已经是一步之主，何必要雄心勃勃，把所有的蒙古人联合在一起呢？你要怎么样？宁可受大金国的欺压吗？大金国封了你官，他们向咱们要牛、要羊、要马匹，最近又要咱们派战士去打大宋。对，咱们记住今天的话，只要咱们不死，以后我就拿你当亲儿子看。哦，大汗，我这边小龙妈跑得快，你骑着他先回去，领兵来打，我们在这里尽力挡着。铁木真要是肯抛下朋友和部将，一个人怕死逃走，那他就不是你们的大汗。大汗，你。我错了。援兵不来了，咱们今日战死在这儿。好，替我擒了铁木真。好，我们的走走。大汗，我去。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是江南七侠门下弟子，请教四位尊姓大名。短无刀，沈青刚，夺破鞭马青雄，追命枪吴青烈。我是丧门府前清剑，我们是鬼门龙王座下黄河四鬼。久仰久仰，不过我从来没听说过。今天我们绝不会放过你，连我们鼎鼎大名的黄河四鬼都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们要杀了你！对不起。
麻烦你把这把刀还给他。别上呀！哎呀，哎呀！大师傅，三师傅，四个人打一个，要不要脸？你们可是江南七怪？不错。你们是谁？我们是鬼门王府呀！滚蛋！哎，滚滚！大汉在那里，好，我们过去。这。向桑坤内一冲，冲！让你把我的女婿松开！请你回去禀告王憨大汗、桑坤兄弟、扎木合大汗，铁木真赔罪了，请他们不要介意。今日这儿中了一箭，等过几日我的伤养好了，就把华筝送过去跟你成婚。大汗，你放着坏小子回去，他还会来害你。住口！都师是我的女婿，如同我儿子一般，你怎么能乱说呢？拉下去，重打40军棍，监禁3日之后全家斩首。大汗，大汗，走。大汗，贤婿，我今日不能送你了，向你爹和你爷爷替我赔罪。牛羊不吃身边的青草，却要翻山去啃沙子，哪有这样的蠢事？咱们要打，只打大金国。你把夺来的牛羊俘虏分给军士，说是他们私产，不是部族公有。各族族长都说你违背祖规，很不高兴。可是战士们高兴。要是战死的得不到抚恤，受伤的得不到救助，立功的得不到奖赏，谁还会去打仗呢？咱们打仗靠的是战士，不靠那些又贪心又糊涂的族长。算了，义兄，咱们不争这个。我是来求你把都市还给桑坤，由我担保，桑坤一定平安放你回去。我不相信桑坤，也不相信你。桑坤说，一个儿子死了，还可以再生两个。一个铁木真死了，世上就没有铁木真了。如果你不把都使交给桑坤，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世上只有战死的铁木真，没有投降敌人的铁木真。义兄，你一意孤行，可不要怪我扎木和忘恩负义。这些日子来，你不断的派人来诱惑我的部下，让他们投靠你，说你的部署打仗时夺来的财物是私有的，不必大伙摊分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既然已经知道了此事，那咱们永无和好之日了。这是咱们结义时你送给我的礼物，你收回去吧。待会儿你拿着钢刀在这里冲杀，只是杀敌，不是杀安达。哼！你是英雄，我也是英雄。蒙古草原之大，竟容不下两个英雄吗？
大汗，你怕吗？我不怕。你是个勇士，极好的勇士。只要全蒙古团结起来，就能让青天覆盖下的地方全做蒙古人的牧场。大汗，大汗，我们不会害怕的，我们一定可以打败那个卑鄙的桑坤的。